老太太到来后，林浩也终于知道之前村民为啥是那个态度了，感情是自己的家底被曝光了出来。这事不小，阿浩，估计明后天得有不少人来借钱。老太太一脸的担忧，说完还骂了一句那个记者，为啥要把这事给爆出来？阿奶，没事，你安心就行，我能应付的。借钱？可以，拿出抵押的东西，再请村里几个老人作保，然后写份企划书给自己看，这三点都通过，那说明是真心干事业的，自己也不妨扶持一把，要是没有，那不好意思，免开增口。傍晚时分，老道他们回来了，既然要配药，他们去的就是市里，镇上可配不齐。师傅，要配齐了吗？几味药药性差了些，勉强能用，明天我教一下小兵怎么熬制就行。陈东拉着林浩嘿嘿一笑，老神仙还给我配了一副药，让我一巡和一回，喝个两月就行。林浩心思一动，不急，大船回来，把书婶都请来，我让我师父都给看看，这可比去医院体检有用。陈东慌不迭的点头，刚刚就想着让爹娘也看看呢，不过他不好开口。两人正低声聊着，外间又传来车子的响声，该不会是我大哥回来了吧？林浩迎到院门口，发现下车的是孙镇长。领导，您咋这个时候来了？天爷呀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市里一天一个电话问，再不回我都要去齐鲁找你了。林浩觉得好笑，正想回复，手机又响了，准备挂掉，看了一眼来电，发现是0087开头的，他赶忙和孙镇长说了一句抱歉，便接了起来。阿浩，我们回来了，船大概明早四点多靠岸，你回来了吗？听筒里传来了老爹略带疲惫的声音。挂了电话，林浩把孙镇长请进家，结果他压根没挪步。领导，有什么事？林浩只得陪其站在门口问道。你啊你，怎么就不声不响闹这么大的动静，一个多亿啊，说捐就捐了。孙冉的采访孙镇长是知道的，包括市里药树典型，他也门清，但他还是没想到林浩不声不响又放了一个大卫星，一个多亿说捐就捐了。现在镇上杂声可不少，包括严书记都在问林浩是不是得考虑给家乡捐赠一点，不过被孙镇长软软的给拦了下来。这个时间点镇上最主要的还是把影视城给落实下来，如果现在要林浩捐助，会让他觉得镇上所求无度的。老严一想也是这么个理，这才作罢。国家好不容易申办下来的，我作为一份子也出不了什么力，只能是尽自己所能捐点款了。领导，这是我是真没想着抖出来，但市里非说要树啥典型，我也拦不住。林浩的面上浮现苦笑，老孙明白他说的是真话，要是想宣扬那肯定早就说了。行了，确定你回来就行，明天市里会有人过来，到时我会陪同，你知道就行。又来干什么？你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副秘书亲自打电话通知的，先这么着吧，我先走了。领导，这都到晚饭点了。跟你我不客气，但今天确实是不行。林浩目送着孙镇长的车驶离，这才郁闷的摇摇头。回了中厅，林浩也没闲着，告诉陈东明天四点多渔船到家。这一趟的收获呢？我爹晚上会给你电话报具体的明细，听我爹那语气，这一趟应该也不错。两人又聊了一会，也到了晚饭点，林浩将人都叫下来，便在家里吃了一餐晚饭。师傅，明天一早我有事，家里的渔船回来，我让我堂哥带你去拜妈祖。林浩明天一早得去码头，只能让二鹏陪着了。行吧，五点半左右让他在院子等我。阿浩，你一早啥事？林浩便说了自家渔船会回来，李刚一听也来了劲。那你叫上我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。行啊，四点多就要到，你要能起得来才行。别小瞧人，我一夜不睡都没事。你没事，你敢有事？老道哼了一声道。李刚善然，他可不敢顶嘴，倒不是说他对老道有多敬畏，主要还是他老子在旁边呢。阿浩，这个我还真没吃过，汤也太鲜了。李明辉喝了一口鱼汤，顿时被惊艳了。我倒是觉得这鸡好吃，怎么有股子甜味，但又不像是放了糖条出来的。这是自家养的海鲜鸡，从小吃海鲜长大的，口感比较独特。又指着汤给李明辉科普。李叔，这是刺鲍鱼的汤，属于河豚的一种，味道就很好。嗯，比中午在饭店吃的好。老道也难得的赞同了一句。晚饭结束，陈雪跟陈东走了，老太太和林老二老婆洗涮完之后也离开了。歇了一会待时消得差不多，林浩则邀着江兵和李刚一起游泳，九点多大家相继休息。老道没睡，坐在厅中双腿盘着微闭着眼。师傅，你去休息吧。不用管我，你去睡吧。徒儿，你这新宅起地基时有没有挖到过朽木？我不知道。起地基时他也经常来，但还真没注意有没有挖到过朽木。你是会选地方的，背靠石山，前瞻大泽，风水极佳，既有新人也养阴灵，按说这样的地方早先必有人选为阴宅，要是没挖到，估计是起基的深度不够，不管怎么样，到底还是打扰了亡灵。对于这些风水，
阴灵之事，林浩南说信与不信，他也不怎么在意。不过此刻师父提起，他还是问了一句：师父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别管了，去休息吧，我今晚便在这厅中睡。林浩也不再强求，上楼之后他一走，老道便从随身的布包里拿出东西，黄表纸、毛笔、朱砂之类的，确定四下无人，他便开始画符，动作极快，嘴中喃喃，一口气画了六张，他才停笔。将东西收好之后，他再度盘腿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，等到客厅的大钟指向11:50左右，他才起身掏出黄表纸，先在厅中烧了四张，接着拿出一纸在外边大鱼缸的旁边烧了。这么大个鱼缸，阴才难说，玉阴倒是好的，拿我符箓速速离开。最后一张符箓则是在院门口烧着，烧完之后他还站在门口行了个四方揖，嘴中念念有词。做完这些，他才回到中厅，关了灯，躺在沙发上睡觉。3:30左右，三人来到了收购站，陈东也刚起床，见到他来，陈东兴奋的道：这次林叔跟船还真捕到了好货。哦，有什么？听说两艘船捕了几千斤的三刀，还有白骨鱼也好几千斤，琵琶虾有个上百筐，肯定有6-7千斤。林浩大喜，还真有好货，这三种的价格都很高，三刀一斤以上规格的价格肯定不会低于80块，白骨鱼比之还要贵一些，当然这两个都比不上琵琶虾，那玩意一斤100多，比龙虾都贵。他所料不差的话，老爹他们这次肯定又去那片海沟了。